给你点上心灯。新冠状病毒目前造成全世界的影响，许多真佛宗的弟子也感受到这一次的疫情是时所未见的。透过小编高师兄他的手机，我们看到了靠近西雅图雷藏寺附近空空的马路，证实相关单位遵守州郡政府的规定，没有任何群聚的活动。透过4月4号和4月5日圣尊莲生活佛在西雅图雷藏寺以及彩虹雷藏寺的开示，我们也知悉师尊师母目前都是居家在南山雅舍，并且师尊不间断地写文章，将写下这近乎禁足的修行心情。我们要继续实修，回报圣尊在人间传法的恩德，也祈愿师尊师母佛体安康，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西雅图在 Bellevue 大家熟识的超市、餐厅目前的情况。诚心的祈请诸尊保佑我们疫情能够尽快的退散，人们恢复以往的光景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嗡，打了，都打了，读了。南无哈拉，喝拉，吽，哈拉，索哈。